回来，俗话说月子做得好，老来不怕病痛脚。因为根据医学研究，女性产后坐月子，不止妈妈能够快速恢复气血，还能够延缓老化，甚至重塑好身材。也因此，南加州一家月子餐饮业者14号呢，星期六将特地举办精致月子套餐的试吃 party， 要用食补的自然方法帮助妈妈轻松瘦身、恢复健康。欢迎产妇亲自来品尝。看一锅锅丰盛美食摆满桌，全是业者搭配产妇产期精心规划后能帮妈妈补充奶水与身体的营养菜色。除此之外，菜色还会循序渐进的变化，帮助妈妈重塑好身材。最重要的是，月子餐直接宅配到家，省去煮饭外出的不便与困扰。那精品月子呢，可以帮助大家在坐月子的时候不要有煮饭的这个烦恼，不用说婆婆妈妈在厨房忙翻天啊，然后就是为了帮产妇准备这三餐。那这个订了月子餐之后，产妇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照顾这个新生儿。强调全部依照台湾月子理论以及十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才安排出健康美味的月子餐。除了讲究新鲜食材、精心烹饪之外，业者还不忘贴心提醒观众，刚生产完的妈妈们普遍身体虚弱偏寒，这个时候调养身体千万不能吃生冷食物，沙西米啊这些比较生的生食没有煮过的是不能吃的。冷的话就是 temperature 温度上来讲，冷的东西冰水啊、冰淇淋啊这些是不能吃的。寒凉主要是讲食物的属性，像是西瓜啦、那个丝瓜、冬瓜，其实瓜都还蛮可疑的，但是南瓜、青木瓜是 OK 的。看这边香气直冒的麻油鸡腰花、利尿除水肿的黄芪鲈鱼汤，还有帮助妈妈顺利发奶水的花生猪脚汤，好吃的营养美味，只要在14日星期六前来精品月子膳食的试吃派对，全部都能品尝。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提前上官网报名登记。东森新闻李宗尧、唐孟维在洛杉矶的采访。